过去的事回望时候感伤痛难免，年纪不少我却似未有什么贡献，像笼里的小相思每日呆坐窗前，安心观看世界转一天一天，最美一页期望能尽心编写共勉，从今开始梦想要实践，常需意志，愿能献真心一片精彩的活一次，来年来月有爱与梦重现。我想飞返过往日子，探索旧日足迹多一片，才明白到前人曾为这世界编写最美的诗篇。我想飞往更高之处，来望清楚世界的需要，简单的我也愿意尽力尽心思语，期待那天我梦想实现。中伯，你今次对阿苏依唱戏咧，啊，有咩期望啦？同埋你觉得点咧？大家好，我系《雾飞行》嘅中伯。今次呢个话剧，我觉得好有意思，喺一个咁沉闷嘅营业员大会上面有个话剧，你哋系咪觉得好新奇？未试过咧，我唔知道点咧。O K， 咁嚟紧你有啲咩？嚟緊你星期今個星期三就見到啲咩睇啦 ？Yeah，thank you。好啦，朱慈啊，你對今次呢個阿蘇咧喺套嘅話劇啊，有咩期望啦、啊？覺得你啲堅持搞呢個幾好玩啦、啊。仲有呢？對公司啊，對同事啊，對公司對同事咧，就個公司啲同事個個都有一個夢想咯、啊。嗯。咁啊，咩啊？仲有加油系咪啊？系啦，所有公司全体即系同事都要加油，包括我哋嚟啦。好啦，多谢你吓，耶耶。嗱，你今次拍呢个当阿苏遇上四个老人家啦，你对自己或者对公即系同埋你对其他人有咩期望啦？我期望我自己尽力演出咯，嚇演出呢個話劇啊，咁、我都想話幫到公司，幫助其他同事啊，融合啲去，同、埋令到呢個會冇咁沉悶。嗯，好啊，多謝你，你一定得嘅。阿欣啊，你今次咧第一次拍呢一個話劇啦，咁你有咩期望啦、啊？我覺得。今次是我的第一個新嘗試啦，咁希望大家都 enjoy 呢個 show， 咁我哋會做得好好咁。嗯，多謝你嚇。今日我就開始啦。等等，我諗下先。有咩期望啊？對你自己或者對間公司嚇？我就七十幾歲啦，有很多病痛，伸手問仔女攞錢，仔女冇一個俾㗎。緊要咧，當咗呢啲咪得咯。而家咪要靠賣呢啲過生活啦。買咗佢，求其買一啲爭議性大咪得咯。係啊，而家係咪啊？係咪啊？得㗎啦，已經係假㗎啦。哎呀！
啊，真係。你話已經係假？係啦。原來呢啲係假。得未啊？太開心啦！係咪啊？即係又唔係辛苦，係開心。係個爆啊嘛，搞笑啲。係咪咁樣同你講係真實啲啊？哎呀，蘇哥。唉，我都以為你身高頸靚，點知原來荷包乾淨。係。你要講多啲笑都諗住揾個好馬頭。諗住。唉，一個係咁，兩個係咁。喂，大家觀眾，喂，你幫。工作咁忙，咁多客見，都抽啲時間，抽成兩個幾鐘出嚟喺度排呢次嘅話劇。咁星期三一定有一個好好嘅演出。好啊，多謝你。應該到時開會嗰日朝早放一次先啊，呢啲片。我頭先咪咁講咯，咁話咯，咪話。Hella 咧，覺得今次覺得幾好玩咯，同我第一次覺得可以將一啲嘅即係屬於表演啊、創作方面嘅嘢擺落去我哋工作上面啦。咁樣其實我哋個行業都好需要創意嘅，係啊。你有創意。我覺得好咯，咁希望我哋今次打開先，同我哋幾個同事願意攞出啲時間，咁之後嚟以後將來我哋有呢個活動嘅時候，其他同事都願意抽出佢哋寶貴嘅時間同埋努力啦。好，多謝。咁啊，另外一邊啦，啊，冇理埋，冇理埋阿欣啊，阿欣同埋阿朱樹過嚟啊，你一齊啦，好靚啊依度，係啊，個個都講少少啊，跟住你 feedback 就係希望大家能夠夢飛行。仲有呢，講得少少呢，同埋你覺得今次成個聚會到依一刻，你嘅感受係咩啊？唔會覺得好攰啊，定還是覺得都好好玩啊？好值得，值得咯，同埋係會團結到咯。嗯，起碼有個團結氣氛，咁係啦，好開心。好，期待你啊！期待你更好嘅演出。支持，即係通過呢個夢飛翔咧，可以將身邊自己啲身邊啲故事咧遞出嚟咧，俾所有人知道應該去點樣做自己嘅一生。多謝你啊，支持。係啊，係啊。阿 Ken。呢次活動就好開心啦，好多同事一齊合作，都唔會話攰嘅，只不過係有啲趕時間。